关于这个供养款。供养款都是比较长篇的这种啊，某某人定制，然后施舍给某某某某地点，或者是玉皇大帝钱的，或者是王母娘娘钱的，然后这个祈求保这个保佑这个家庭平安呐、啊，这子女平安呐、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子孙旺盛啊，就是这一类的，就叫供养款，铭文都比较长啊，铭文比较长。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我就是上午讲的，我把大家看到幻灯上面啊，那个至正十一年大屏上面进步那个款呢，就叫供养款。啊，它关键有一个至正十一年这个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上午大家就看了，就是八零年啊，江西高安教堂出土的那个六件这个梅瓶，好吧？它上面有这个、写的这个六艺当中的啊，六艺，用墨笔写，但是那个不是姚工写的，要记住，那是物主写的。啊，那是那个当时啊，这个谁收藏的这个东西啊？是谁家的东西？这个家里的物主啊，这个人写的，啊，写的用墨，毛笔蘸的墨写的，啊，那个不是黑彩，要注意啊，写的盖儿跟这个外底都有，对不对？上午大家看了啊。另外就是说呢，这个刚才上午还看了四川雅安出土了一个至正七年制，对吧？哎，就是写了一个青花的这种至正七年制，没有别的，没有画纹饰。啊，那是雅安，是四川雅安出土的。再就是这个，在这个九六年的时候，香港啊，拍卖的一件元代青花这个牡丹纹罐上面，啊，它竹边刻了一个朱菊二月葬啊。这个东西的话，它具体的没有这个哪一年啊，哪一年。那么贷款呢，目前发现也就是这些玩意儿，哎，你心里一当这就有数了。那么伊朗阿德比尔寺收藏的一批中国的这种，刚才我上午提到收藏的，这是元代青花瓷器啊，它底下有时候有一些阿拉伯文标识啊，或者是图章式的打上的戳啊，或者是用小小的圆坑赞出来的阿拉伯文啊，或者是用小泥土块啊组成的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是也是不是窑工做的，是他们当时到了伊朗以后啊，这些当时国王啊，或者让这些手下人做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内容呢，这种阿拉伯文的内容呢，主要是说，是伊朗的阿巴斯王呢，他提的这种献词，啊，提的献词，哎、啊。那么除了这种之外，你就记住了，元代青花瓷器，其他的一概没有款，这个一定要记住。但是上大元国当的有多少啊？真的，多少人上这个当？他不了解这个情况。凡是遇到大元国多少多少多少年这种，肯定有问题。没有元青花瓷像就没有这种款，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你要上了我这个学过我这个课以后，你再去上这种当，那就不该我事了啊！啊，没有这种关系啊！大元国至正至治啊，你看都是至正至治多少多少多少年。再就是什么内府。加内服加官字儿，舒服，哎，这种东西都没有，元青花瓷像就没有上面加内服的，加内服的就是青花瓷器上，永乐的青花梅瓶，有在肩部写内服俩字的，这两件东西现在可能国内也有，原来这个好像收藏家上也发表过，那么在日本有两件，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两件。它那个青花那个盖上还画的青花纹是折枝花果，那么瓶身上面就是内服俩字白的，什么也没有。那么至于加书符的也很多，就是元青花瓷现在仿品啊，加书符的也很多，要注意，就写个书符俩字，没有这种，上面见毛，书符呢就是这个咱们讲软白釉瓷器上有书符，软白釉瓷器上有书符。下面我会再提到这个软白釉瓷器，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种乱加款的这种，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说呢，有些呢别出心裁的东西，把一些瓷砖窑瓷器的款加到元代青花瓷器上，根本就不是元代青花瓷器的款，它搞仿制的嘛。元代瓷砖窑瓷器有带款的，它给它把它移到青花瓷器上来，这种情况也有。这就是属于这种移花接木啊，我给它叫移花接木，乱来了都是。这个我上午提到了，就是有这个
仿永乐的这种八方烛台啊，他给你加一个大大圆国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完全他不了解这个情况。元代根本，元代青花瓷器没有八方烛台这种东西，啊，这就属于乱来的啊，乱来的。这是元代青花瓷器的这个款式啊，款式。下面呢，我再就给大家呢这个讲一下这个常见的元代青花瓷器的仿品，比较常见。那么通过这些年我接触的情况来看，啊，那么看了不少了啊，就是经常的啊，这种元代青花瓷器的这种仿品呢，主要有三种，啊，一种就是我给它起个名字叫照葫芦画瓢，照葫芦画瓢，啊，第二种就是所谓这种别出心裁的东西，元代就根本没有这个玩意儿，它给你那个臆造的这么一种东西，啊，第三种就是我说的这种画蛇添足。啊，画蛇添足，本来啊，这个东西你不加上那个东西啊，比如说加款那个，不加款啊，更好一些，更能蒙人一些。你反倒加上款儿，啊，就属于这种多余了，多余，反倒起到一个反作用，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这是假的了。这主要有这么三种情况。那么照葫芦画瓢呢？照葫芦画瓢，我是说它是仿有所宗，就是说呢，它就是比如说元代青花瓷器梅瓶啊，这个东西梅瓶。照着做，啊，就照着做这种，我说给他叫做照这个葫芦画瓢。比如说上午咱们看到的这个有这个萧何月下追韩信，对吧？这种梅瓶，他有的就照着做啊，这种。再比如说呢，你看到了仿，刚才咱们上午也看到了仿这个高安出土的那种云龙纹的梅瓶，对吧？云龙纹的，有中间有这种，我刚才讲，他有我说他原来要加金彩的这种啊空白的地方啊，还有仿元青花的长征牡丹罐。哎，元代青花仿，还有仿这个元代青花这个八棱梅瓶，啊，这种都是仿有所宗。你看元青花有这个东西，啊，仿有所宗。还有刚才讲仿这种象耳瓶，至正十一年这种象耳瓶，大家上午看了好几个啊，这种都是仿有所宗啊，仿有所宗。还有仿明出明元青花明妃出塞罐，啊，鱼藻纹罐，全都有这东西，市场上都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这个仿凤川花纹离世之壶。这个壶体啊，直壶啊，壶身的像个梨一样的，哎，还有仿这个鱼藻纹盘的，哎，这种东西市场上都有，而且它都是仿有所宗，哎，就是说元青花瓷器有这种东西，它照着做，哎，一定要注意鉴定的时候呢，主要是从我上回大家讲的这五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啊，综合起来看，看看对不对，啊，对不对？一个是，特别是有时候它画工方面达不到，啊，这个画的很拙劣。很拙劣，哎，但这个一定大家要看到真品以后体会以后才能看得出来，哎，要不然你还感觉画哎呀挺好啊，啊，肯定给你这种感觉，哎，因为什么？你要没有真的对比的话，你感觉不知道什么叫好，啊，你再一看那个真的，你就感觉它那也没法看了，没法看，这是一种。那么画蛇添足呢，我也给它起个名字，或者叫移花接木这种，啊，最常见的就是把其他元代瓷器上的款呢加到你仿品上来。我刚才提到，比如说把慈寿瑶瓷器，故宫有一件那个瓷器啊，它是至正十一年，啊，7月29日，小河东陈家亲造，这么一件慈寿瑶瓷器罐子上的一个款儿，这个罐子这个是对的啊，他给你加到这个景德镇仿这新仿的这种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哎，你加到这上面来蒙你。啊，来蒙你！原来确实有这个款，但是不是青花瓷器上的款，它是瓷州窑的上面的款，它给你加到青花瓷器上来啊，要注意这种现象啊。另外呢，比如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就是这刚才啊，八方烛台啊，青花啊，它给你加个大圆国啊，多少多少啊，而且它这种款啊，这个它是什么？有的是这个山西琉璃这种器上面的，就是大香炉啊，别。这个山西这个岁次大元国啊，岁次大元国啊，这个至大元年啊，
这个四月初十，汾阳，山西汾阳，琉璃待烧，人堂成灶。古墓有一个这个大的琉璃像，上面有这个刻款。哎，有的人就把这个款呢给你搁到这个新仿的这个景德镇的，比如说八方烛台啊这一类上面去。这个东西就完全是属于这种，有这种款式有，但是人家是琉璃漆上的啊，山西烧的琉璃上面，你可以加到这个景德镇新仿的新仿的这种青花瓷器上，啊，就是这一类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有这种仿品啊，有这种仿品，啊，这个这是关于这个元代青花瓷器的仿品啊，主要有这么三种，大家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个特别是这种乱加款这种，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刚才给你讲了，元代青花瓷器就是款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不要再去上这个当啊，再去上大元国的当，就是太不应该了啊，太不应该了。哎，这是这个关于元代青花瓷器的款式。最后呢，我再总结一下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特点。关于元代青花瓷器的问题啊，我再总结一下元代青花瓷器工艺特点，大家这个记一下，这个比较重要一些。第一点，啊，典型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特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元代青花瓷器呢，绝大多数都是杀底无釉，底下一般都没釉，绝大多数是杀底无釉，就是玉壶春瓶里边有釉，它的圈足里边是釉，啊，玉壶春瓶不管八方的还是圆的啊，但是这玉壶春瓶底下是釉呢，往往是不均匀的，它这种釉，啊，不均匀的，个别的有些有釉的还漏胎，啊，有的地方漏胎，如果特别均匀，这个釉子就要注意。特别均匀就要注意。那么它的沙底器呢，就是我刚才讲，这是无釉这种这些器物呢，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悬劈痕，就是悬削啊，这种劈这个挖毒的时候留下来这种悬痕，啊，有时候有放射状的，有时候有这种螺旋状的，啊，有这种悬痕，而且往往有这种沾沙现象。我上午给大家看画灯，你看看这大罐子底下是吧，往往都有沾沙呀。它不是很干净的，干净就要往往就要注意一下啊，如果它很干净底下要注意，这是第一个特点啊，工艺特点。第二个呢，罐啊、瓶啊、壶啊这类的浊器呢，都要是分段成型，分段拉坯啊成型，然后再相接而成，哎，然后再接起来，而且呢要注意它的接痕比较明显。元代青花瓷器的接痕呢明显，特别一些大罐子，你看它，因为大罐子口比较大是吧，你从罐子里边能看到它的接痕，往往是漏着那个大缝隙，它不注意去把它用胎泥啊给它填上这个缝隙，给它抹平，哎，往往是注意它留下那种接缝都留着，不会说是把它抹得非常平啊，就是那个接缝啊，我给接缝，我接上以后把这个缝都给拿泥，就往抹那个墙缝上给你抹得很平啊，一般都不会这样，它往往有些都漏着缝，哎，这是它的一个接痕，不注意抹平啊，接痕明显，哎，用手摸啊，外壁啊，你摸啊，能摸到那个接痕，啊，往往都能摸到接痕。第三个就是圈足器物的这种圈足呢，往往是这个不是很规整啊，有时候有这种不圆的现象啊，有弯曲的现象，这个圈足啊，这倒是对的。大罐子、梅瓶啊这一类的，往往都是采取斜削足，斜着削。而且削痕明显啊，看就是拿刀子啊，削痕明显。而它这种，你看它这种削痕呢，应该明显看出来，它这个当时就是很随意的削啊，并不是干净利落削的啊，并不是很拖泥带水啊，就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都是用这种。如果你发现这个圈足就好像这个明清瓷器上那种
很滚圆啊，很规矩，一看这个图啊做的非常滚圆，干干净净的，好像用这个砂纸啊，跟大磨一样，拿手摸着很光滑啊，这就要这什么有问题，他不会这样。原来青花瓷，不管梅瓶还是大罐这类的啊，这种圈足器，而且你看梅瓶那个圈足啊都比较宽一些，它不会这么窄，对不对？没有这么窄，你看上午看好多幻灯吧，啊，都是比较宽一些，啊，浅宽，啊，另外就是用刀子削的，啊，削的，一定要注意它这个足的特征，啊，足的特征。另外就是盘碗，上午说到过，就是盘碗一类器物啊，有这种机芯状的凸起，啊，它的中心外底的中心，啊，当然有些个别大罐上也有这种凸起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我上午给大家看了好多幻灯，这种元代青花瓷器的外底，特别不带釉的这种瓷器的，这个外底没釉这种器物啊，经常有这种釉斑现象，啊，而且釉斑呢多少不一，是吧？有的大片的一块一块的，啊，有的就是零星的几点，啊，这个釉斑现象呢，也是我们鉴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尤其是在80年代仿元代青花瓷器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仿品一般人都不注意这个，他不知道，现代仿都很像，但是不自然，一看都是人为加上去的，人为加上去的。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仿品的水平啊是越来越高超。这个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呢，与我们办这种班也有关系。说实在的，老师啊，把有些这种研究了多少年，这种特点啊，也都说出去了。你最典型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耀州窑。耀州窑啊，从80年代就仿，那么80年代跟90年代初的仿品啊，很好鉴别，你就看底图就行，真的，就看底图就行，一眼就知道它是仿品。哎，现在不行了。90年代后期开始啊，尤其现在这个纺织，哎呀，简直是！他们就是什么啊？那些搞纺织的，像那个有个叫崔鹏的啊，崔鹏他们跟左老师，跟那个这个耀州窑的这个权威啊，就是这个左振新老师啊，陕西省考古所的。这个耀州窑就是左振新左老师跟杜宝仁，就是杜先生，就是他丈夫，他们两个主持发掘的嘛。耀州窑从84年开始就是大面积发掘，后来他们就是搞房事，就跟左老师就是经常在一起啊交流啊聊天什么的，后来左老师就把这个底图特征啊都告诉他们，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所谓这个支架痕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现在给你们提过这个支架痕。最开始那原来开始他们往根本不注意这个，根本就没从这一点就是可以判断出来，现在他们全都加上去，包括仿定窑也是这样。所以说呢，现在耀州窑的鉴定中非常难，哎，耀州窑啊非常难。这个支架痕呢，就是指在这个宋代瓷器上，经常是在这个圈足的外壁这个地方，它有这种支架掐上去的痕迹，明白这意思吧？哎。他为什么有支架掐上人？他当时啊，上釉啊或者什么，那个坯子还没完全干的时候，他这么掐着，他就抓着足，把这个支架这个痕就掐上去。你看定窑啊，这个耀州窑啊，还有河南一些窑府啊，好多都有这个特点。哎，他就是这样抓着以后，把这个支架这个痕掐进去。哎，但是那个梅瓶那个也是抓的。梅瓶呢，它倒不是啊，支架痕主要是指盘碗上面啊，盘碗上面。所以呢，现在耀州窑这个全出来了，哎呀，现在就是这个耀州窑鉴定啊，是一个耀州窑一个定窑，当然大多数仿品还是很容易鉴定，但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真是，哎呀，一般人你只是看不出来，确实看不出来，要不然就是会出现争议嘛，啊，有的专家说这个东西是对的，就是新的，就出现这种就是水平相当高，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他的这个啊底足啊底足啊釉斑现象啊，另外就是大罐里边的大罐啊，这种元代青花瓷器大罐子啊，它里边的釉呢又薄又不均匀，它跟外壁的釉不一样，要注意啊。
罐里边的釉呢又薄又不均匀，跟外跟器物外身的釉不一样。第五点就是底足啊，元代青花瓷器的底足露胎的地方呢，经常有那种褐色的这种铁质斑点啊，铁质斑点。有些器物的在底足这个胎釉交接的这个地方啊，胎釉交接的地方有这个火赤红现象，不是每一件都有，它有交接处有这个火赤红现象。所以这个火石红啊，不要把它看得太神秘啊，不要这个经常有人啊一个气泡一个火石红啊，有人把它看得很神秘啊，我认为这个没必要啊，这个也不会说有火石红就是真，没火石红就是假啊，不能这样的啊，不能这样。另外就是在有些元代青花瓷啊，大家要注意器身上有缩釉的地方，缩釉它不是缩釉，因为它漏胎嘛，往往有火石红。缩釉，缩釉什么叫缩釉啊？就是这个器身呢，或者特别是在一些转折的地方啊，棱角的地方，突然出现这么一小块没釉，哎，这是一种缺陷，就是陶瓷烧成当中啊，缩釉是一种缺陷。现代这个现代瓷器啊，也是重点要解决一个缩釉问题，它也有，哎，突然就是说有这么一小点啊没釉了，这个地方啊，譬如说比如说黄豆粒大小啊，还有比黄豆粒大一点啊，突然这么一块没釉啊，往往这种地方呢，它有火赤红现象，漏胎，哎，缩釉以后漏胎啊，它有火赤红现象啊，这是它的一个，也是它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第六点就是上我提到过梅瓶的颈部做成这种梯形，啊，这种梯形，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元代青花瓷器的梅瓶。咱们知道到了永宣的时候，它这个梅瓶口部呢往往都是啊，往往都是这种形状。有些时候，它这个定部啊，它一般都是这种是要弧线的形状。它所以它跟元代青花瓷器不一样，元代青花瓷器往往都是这种形状，而且就是80年代初时候仿元代青花瓷器梅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现象，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梅瓶你一看就知道，从它的这个瓶颈啊，梅瓶啊，从瓶颈就能判断它是仿的，现在都知道了，现在仿的这个元代青花瓷器，它都给你做成这种形状，都知道了，这个。所以说呢，我想大家在这工艺特点上呢，主要掌握这些啊，这些方面的这些特征啊，这可能对我们鉴定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非常有帮助的。下面呢，咱们接着我再讲一下这个元代的釉里红瓷器。啊，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元以前没有釉里红瓷器，但是人们对元代釉里红瓷器认识也是比较晚，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上午我提到过的，就是过去发洪武的釉里红瓷器啊，都定为元代。你看孙老那个论文啊，那时候啊，把元代红釉里红那种大盘子，他就定到元代去，都定到元代去。这个后来才慢慢的把它这个区分开来的啊，区分开来的，那么元代釉里红瓷器呢，咱们知道它跟青花都是属于釉下材，都是在釉下的，但是它用的青料用的这个绘画用的这个原料不同啊，一种青花是氧化钴，那么釉里红用的咱们知道它是氧化铜啊，氧化铜呢这种东西我刚才也提到，它对气氛温度非常敏感，它要求还原气氛才能烧出红色来，一定要还原气氛，氧化气氛就烧不出红色，就绿了，啊，就绿了。所以，什么叫氧化？什么叫还原？我稍微提两句啊，因为这个经常会用到，说氧化气氛、还原气氛。
就是窑室里边的气体的性质啊，因为燃料燃烧，那么它要产生这个燃烧完全的话，就是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它二氧化碳，对不对？燃烧完全，那不完全时候呢，就产生一氧化碳。就咱们说煤气中毒是什么？就是一氧化碳中毒。那么这种一氧化碳呢，就是一个强的还原剂，一氧化碳。咱们知道二氧化碳它这个碳是四价碳，它高价的，那么一氧化碳是两价的，两价碳呢它有一个强烈的夺取电子这个能力，哎，从别的元素呢夺取电子的能力，所以说它是一个还原剂，哎，它从高价铁夺取电子，然后它就变成了这个二氧化碳，从这儿夺取它变成二氧化碳，所以这就叫还原，把高价铁变成低价就叫还原啊，夺取电子。所以说呢，这个所谓还原气氛呢，就是要燃烧不完全，要它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啊，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呢以后，它就是要从你这个氧化铁啊什么这里边去夺取这个电子，啊，夺取电子就是产生还原啊，还原作用。或者从铜这儿两价铜，我给你夺取一个电子，是变成一价铜，是吧？实际上这个氧化釉里红成色呢，就是一价铜的成色，啊，一价铜的成色是红色的，二价铜咱们知道是绿色的，啊，绿色的。所以说呢，这个釉里红它烧到的时候，要求你强还原，强还原，这个燃烧要不完全，燃烧不完全，而且这种它对这个要求非常严格，你稍微有一点偏差，它就容易烧了。变绿了，就是给你有些或者是这个烧不出那种纯正的红色呀，啊，发黑了，稍微这个气氛掌握不好啊，还有温度掌握不好，就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啊。因此呢，这个釉里红瓷器的烧造难度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这个我估计啊，釉里红这种品种啊，当时一出现的时候啊，人们肯定是很喜欢，因为红这个东西很醒目的这种东西。啊，因为它又有宝石般的这种色泽，有时候就是釉里红啊，所以说人们肯定很喜欢，但是呢，烧造太难，所以说呢，留下来的东西呢很少，它烧不成啊，它不是说像青花，青花容易，青花而且呢，氧化钴啊对气氛要求不那么严格，你稍微这个性气氛性质有一点变化，它没有什么影响啊，氧化铜就不一样了，那么所以元代釉里红瓷器传世并不多啊，并不多。有人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可能国内外的藏品现在加起来有30多件，所以你看这个量啊，并不是很多，并不是很多，而且它的造型也没有元代青花瓷器丰富，啊，没有元代青花瓷器丰富。目前见到的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种是用的罐子，啊，盖罐，还有这个仪，上午我写那个仪，啊，仪，还有这种高足杯，啊，玉壶春瓶。四系扁壶，另外呢还有一种塑像啊，也有塑像，基本上就是这一类的造型啊，没有太多。还有一种高脖子很长的那种罐子啊，也有人给它叫壶啊，这一类的东西啊。那么它的装饰方法虽然都叫釉里红，但是呢这里边它可以有一些区分的，大家要注意啊。可以分成了这么三种，元代的就是咱们现在叫的元代釉里红瓷器可以分成三种。一种就是属于这种我们叫现绘釉里红，现绘是什么？现绘就是说呢跟青花瓷器这一类性质一样的，就是用线条啊，然后直接画出用这个氧化铜这种料直接画出图案纹饰来，现绘现描，啊，这一类的釉里红，这一种是这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这个釉里红八白，就跟青花八白一样的。像我看到咱们有青花八白吧，釉里红也有八白的，啊，它是地子图案以外的地子是红色的，花纹是白色的，啊，就这种。那么第三种一种就是叫涂抹。那么上午大家看我带这个标本呢，属于涂抹，都是在这个高足杯啊，或者在这个其他器物上，平常涂上一块，随意的涂上一块这种涂抹料，
啊，这种叫涂抹，三种情况都有，三种情况都有。这个实际上大家把这三种东西都叫做幽灵现代啊，但是它有区别的，要注意它有区别的，不都一样啊，不都一样的。那么幽灵瓷器，元代幽灵瓷器的图案装饰呢，也没有元代青花丰富啊，比较见的多的就是云龙云凤啊，这个还有这种折枝菊啊，折枝菊花，还有折枝牡丹啊，折枝莲花，凤穿花也有，也没有龙穿花，还有花鸟啊，花鸟，另外就是这个折枝灵芝啊，折枝灵芝，还有一种呢叫画的，就是比较少见的，画这个祈雨图，就是人们在那儿求雨啊，天大旱，比如说老不下雨啊，人们在那儿求雨。祈雨图这个东西就一件，现在是在扬州博物馆，而且是一件现绘的啊，一会儿可以看这个幻灯啊，很精美的一件东西啊，是现绘的，很少见，哎，但是它是元代的，一点问题没有，确实是元代的这个东西，哎，那么元代幽灵瓷器的工艺特点跟元青花一样，我就是不多说了啊，你就知道元青花瓷器的工艺特点以后，跟元代幽灵瓷器跟它的工艺特点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这个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再讲一会儿，再休息啊，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元代的景德镇的右上彩瓷器这个问题。咱们知道这种釉上彩瓷器啊，那么在元以前就有，但是就是景德镇以外的啊，主要是北方磁州窑系的啊，釉上彩的就是红绿彩，过去呢都给它叫宋家彩，哎，过去叫宋家彩或者叫宋红绿彩，这个概念现在要改变啊，因为什么呢？这种红绿彩的东西啊，就是磁州窑系的这种啊，在宋墓从来没有出土过。这种东西呢，都是在金墓，金墓，金代墓葬。山西有个长治窑，专门烧这种东西，就金代的。山西长治专门烧这种红绿彩的东西，那么其他的北方的其他的这种像磁州窑啊，还有河南一些窑啊，它不是专门烧，就是一些像磁州窑，它是一种副产品啊，就是一种烧带烧这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呢，往往在北方的这种红绿彩东西啊，往往像磁州窑什么都有化妆土，要注意化妆土。然后再上透明釉，烧完以后再在釉上来彩绘，用红绿彩，胎土都比较粗糙啊。那么景德镇呢，从元代开始呢有这种红绿彩的东西啊，景德镇从元代有这种，但是现在呢传世完整期大家知道就非常少，完整期。那么景德镇现在这些年呢出土了一些碎片啊，在景德镇落马桥啊这些地方啊出土了一些碎片，才是这个丰富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你就要知道就是完整期是非常少的。有数的这么几件东西，因为文献当中记载啊，就是《各国要论》记载啊，就是明代啊，洪武时候这个曹昭写的《各国要论》记载啊，就是说元代有五色花者，那五色花者，现在应该指的呢，实际上除了这种红绿彩以外啊，元代还有一种，就是一种用立纹法。用立纹法堆砌的图案的轮廓线，然后再在这个轮廓线里边来填啊红啊绿啊黄啊，还有加金彩，这种东西呢
很少很少啊。现在来看，就是在上海博物馆他们买的这些内蒙，就内蒙出土这种东西，哎，有这么一种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将来没准你能碰到啊，你能碰到。而且这种现在看到的有这种有盘儿有碗儿啊，有盘儿有碗儿，而且呢，这种东西呢，经常上面还加上这个梵文。梵文是一种古印度文字啊，是一种古印度文字，它是一种佛教的啊，佛教的。比如说有一件上海博物馆，比如收藏一件这种立本法了这种啊，上面就有一个梵文啊，我再给大家写一下啊，它是这样的，这个大家啊，我给你写一下，你就知道这种叫梵文，没准你将来还能碰到。哎、它在一个盘子里边，一个盘心，这是梵文。这种梵文呢，现在有懂的啊，有懂的。它就是说呢，它是古印度密教里边的一种文字，用的一种密教也是密教，它是与密教有关系的啊、它是一种古印度文字，它是这种字一般都是叫种子字。也就是说呢，这一个梵文文字就是代表一种佛或者是菩萨，明白吗？然后密宗认为，你接触写有这种种子字的这种东西啊，你可以吉祥如意，消灾避难，消灾避难。这种梵文啊，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最有名的一件就是宣德的有一个青花的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个初级八个扳手出来，初级法轮那个大盖罐，那个上面是灌的这个腹部啊，有八个很大的青花梵文，那是代表八个，就是这种佛呀菩萨，哎，每一个字都代表一种八方佛，哎，然后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种子字啊，种子字，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立本法的这种元代瓷器啊，就是这种立本法的这种元代这种彩绘瓷器，往往都有这种梵文文字上面，要注意，往往都有梵文文字，而上面有金彩。它在这个轮廓线之间填金彩，这是这个元代釉上彩瓷器主要这么两种啊，主要这么两种。大家以后有机会上上海博物馆，你参观一下上海博物馆那个陶瓷陈列里边有这个东西，我们故宫一件没有，连个残片也没有这个东西。哎，据说有一年啊，有一个人拿了两件东西到故宫那个。到故宫北门那儿啊，好像这个在报纸上原来谁写文章，是不是叶老师写文章也说过这个事情啊？拿两个两件东西，但是当时故宫呢也没要，也没要啊，是一个碗，一个高足碗，好像一个高足杯，一件碗，哎，那都是应该是估计是内蒙那边出土的，这个东西是应该很珍贵的东西，哎，这个很少啊，很少，上面有连瓣纹啊，就有这种连瓣纹。就是八大马，八大马，这是有这个品种，大家要注意，要注意。我看这样，大概是1974年的时候，景德镇出土的这种，它是元代后至元呐，啊，至元。甚至的至，元代的元，至元晚，至元，后至元戊寅年，啊，上面有纪年的，啊，下有刘大使来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上面都是堆贴的这种叫四灵文，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四灵文，啊，然后上面有一个塔式的一个钮，这也很少见这种东西，上面是连瓣，这个，你再看同时出土的下边还有。好过，在哪出？过，这是景德镇出土。你看它上面啊啊，行，再过啊，你看啊，这是另外一面啊，另外一面。你看它上面也有串珠纹，看到吧？这种我们叫串珠纹啊，串珠纹，可以调清楚一点。对，好，叫凤凰。那底下都没照出来。这个我估计，反正我没照底，这应该是。那个相机，
这个这种东西也是很少见的啊，它上面堆贴的这种东西，它是陪葬的。这干嘛用的？陪葬的冥器，冥器，纯的冥器啊，冥器。你看跟它一块出土的，下面你再看，啊，这是它的盖打开，嗯，打开这样，你看这还有裂，摇裂，摇裂，摇裂。嗯，大这个是下面写的大元至元，戊寅年什么刘大使宅，啊、刘大使宅灵氏用啊，灵氏姓这个墓主啊姓灵，就是这个三两点水这个灵。它这个盖是子母扣的啥扣？啊，它就是这样子母扣在上面。嗯，好，这个谷仓这叫跟那个刚才那个罐是同时出土，这一个很长的一个。墓志啊，墓志铭，这也是釉里红。这在窑子出土还是墓葬？墓葬，墓葬，墓葬出。景德镇那边墓葬出。在上面有戏台的，在这演戏呢，就是杂剧了。这是为什么？子孙胜而。对，子孙胜而苍苍鹭虫虫啊，鹤宿风而苍立石啊。这个上面还有南山什么什么庄什么五谷什么啊、哎，这个哎，其实做的并不是很细，并不是很细。行了，你看这一件我们就叫县会釉里红，啊，这是江西高安教堂出的，这是个县会釉里红，哎，这一件呢还是不错的啊。你看它这个一个釉里红啊，我们就说经常有这种晕散的现象啊，都是模糊不清，这个还比较清晰线条，哎，像能烧到这样就是很难得了。很难得的，你看它这个这种开光啊，就是元代分院经常用的这种开光啊，也是个凤穿花啊，凤穿花。这个这种罐的工艺特点啊，跟青花罐一样，一样。这件我就是说的那个奇雨图那件啊，这是在扬州博物馆啊，很少见的一件东西。瞧瞧青铜，嗯，很少见的一件东西，嗯，这还有龙呢，哦。上面是金属，它我估计脖子坏了，可能它弄个金属。那也是这种开光，菱形的开光。这个东西很特别。这件就是我说的这个釉里红的仪啊仪，它是你看口沿是不是也没釉啊？这有你看就火石红，它也有交接的地方，看吧。这火石红，这个火石红很典型的啊，火石红。是吧？非常清楚，这种火石红就是这样的。哎，另外这个仪呢，你看这儿有一个小戏，啊，这瘤这儿有釉啊，瘤这个地方是有釉，这个口沿这个地方都是没釉的。这干嘛用的？这是油用来干？它这种一种应该是蒙古人用的，这是一种水器，因为随身携带。酒或者是舀酒啊什么的，哎，或者是舀水，舀水，哎，舀水。我刚才讲元代青花有，釉里红有，蓝釉有，青白釉有。都有这种这个造型的。它这个底釉是什么颜色？哎，底下没釉。不是，就是它这个底釉以外的釉是什么？底釉软白，软青。这个是青白釉，青白釉啊，青白釉。看，你看它里边呢是一个叫芦砚纹，芦苇的芦。啊，芦砚，芦砚，大砚，一个大砚呢，衔着一只芦苇，这个是元代瓷器上啊，也是经常用的一种啊一种图案，还有时代特点啊，芦砚纹，啊，芦砚。这件就是一件非常漂亮，这是故宫收藏一件，这个釉里红发色是达到了，是应该说最好。非常红啊，非常私人收藏。它是这是一个凤凰啊，然后这个留白的啊，留白的凤凰以外的地子给涂上这种通红啊，通红，这个发色非常好的，能达到这种发色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非常鲜艳。你看它这个跟元青花是不是一个风格啊？它这个里口沿也有纹饰啊，内口沿也有纹饰。哎，这种玉壶春瓶的外底都有釉。但是这个釉有时候不均匀，它有暗花，这个它暗刻了，暗刻，这样的就是很难得了，很难得。你看元代，你看元代玉壶春这个造型，大家要体会一下啊，这种曲线，这种曲线，它脖子呢并不是像宋代那个宋代玉壶春瓶脖子很细的，啊，很细的，
就这个地方很细的，元代就变得粗一些了。明代造型呢，脖子比较短。明代这一件呢是一件釉里红的，就是我上午不是说四系扁壶吗？这也是四系扁壶，哎，这个拍的不是很好啊，它也是形成釉里红地白花，啊，釉里红地白花。釉里红当中，元代釉里红当中，目前这个东西就这一件，没有第二件，这个也在故宫收藏，没有第二件。也是云间是吧？云间，这个就是下面我要讲的，这件呢，这是一件红釉的，它烧坏了，这个不是田红啊，不是田，就是填鸭那个田红，不是田红，这不是田红。碰一个人说，休息一会儿吧，下面我再讲。就是假的。好，把灯开开，是20块钱一本，我写的这个两本书都是，这两本书都是很便宜的。这个，我把历代的颜色釉瓷器都给它单独给它拿出来啊，出了一本书。颜色釉啊，它是一个比较广的概念。一般呢，你看港台啊，他们有些人给它叫单色釉，叫单色釉。实际上，单色釉不是很准确这个名称啊，应该叫颜色釉比较好。元代景德镇窑呢，除了青花釉里红以外呢，就是在颜色釉方面呢，有一些突出的这种贡献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它创造的冷白釉，一个就是高温的铜红釉，还有一种就是这个高温的钴蓝釉，氧化钴为着色剂的蓝釉。这三种，当然还有青白釉，元代还继续烧青白釉啊。特别是刚才讲的这三种呢，因为青白釉宋代景德镇窑就烧啊。但是暖白釉、铜红釉跟钴蓝釉呢，氧化钴啊，这个钴蓝釉呢是这个元代景德镇窑的这种创新，是吧？青白釉呢当然也烧，但是它是属于这种沿袭宋代的这种品种。那么这些颜色釉的创烧成功啊，为明清景德镇的颜色釉瓷器啊，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颜色釉瓷器实际上呢。特别是铜红釉什么，要是讲烧的难度方面呢，那是相当大的啊。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些年的拍卖啊，颜色釉瓷器价格是上不去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与人们的一种这个传统的一种啊观念也好，什么有关系啊。有的人就喜欢这种带图案的啊，有些花花绿绿的这类带图案的东西，不喜欢这种单一颜色啊，不喜欢带。实际上你要讲烧造难度来说啊，红釉瓷器烧造难度相当大，有时候这个景德镇窑。他这一窑都烧不出一两件真这个正品，一窑全报废的这种现象啊，烧的难度相当大。这窑烧出来像那种宝石很多那种颜色是吧？很难的。但是现在呢，它的价格啊，颜色釉价格就是比彩瓷要低得多。下面咱们第一个呢，先介绍一下这个暖白釉啊。暖白釉我上午说过，有人给它叫舒服釉，好多书上好多人你看文章啊，好多人他写这个是舒服釉。它的特点上午大家也看了标本啊，它是这个一种湿透状的，什么叫湿透啊？就是釉的不透明啊，一种湿透状的这个。色白微青啊，白色当中微泛青的这种啊，很像鸭蛋皮这种色泽啊，所以我们给它叫暖白釉啊，它这个名称是这样得的。那么暖白釉瓷器当中呢，咱们知道有一种是最多见的啊，最多见的是带舒服两个字啊，它这个舒呢器物上这个舒都是这个舒舒服，那么带这两个字的是最多见的啊，最多见的。所以呢，为什么刚有些我刚才讲有些人为什么叫舒服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很常见的就是带舒服两字的啊。那么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呢，暖白釉瓷器除了带舒服字的以外呢，还有带太喜的。带太喜的呢？孙老先生原来文章当中呢就提到过，他见到过的就三件啊，就三件。那么现在呢，一件在故宫很完整啊，在故宫博物院一件，还有一件是在北京大学萨克勒博物馆
哎，那件可能是残的。另外一件，就孙老先生见过的另外一件，现在我不知道在哪啊，下落不明。还应该有一件，孙老先生因为他原来提到过，文章当中提到过有三件带太玺的，哎，就是在盘子的内壁对称印有太玺两个字。啊，束缚釉呢，也是在盘啊碗啊，它是里边对称印的，它是一般就是印花的磨印的，啊，它这个字不是刻的。它是磨印的，用磨的印的，太玺或者是书符啊，太玺或者书符，哎，这是太玺，大家记住啊，你记住，基本上可能我估计啊，再没有了，就是这么三件东西啊，就是这个谁，孙云洲先生原来见过啊，现在我好像知道两件有下落的啊，故宫一件，北京大学萨克斯博物馆，另外一件不知道在哪儿，啊，将来大家要知道的话，最好能通知一声，我现在也不太清楚那件在哪儿啊。那么除了太玺跟书符以外，现在发现呢，小白肉子上印这个铭文的啊，还有这个符箓，啊，符箓，还有印东魏的，印东魏的可能也就是一件东西，在广东省博物馆，啊，在广东省博物馆有一件印东魏的。另外还有这个什么昌江，啊，有几个人咱们知道有最有名的这条江就叫昌江啊，昌河啊，昌河，你的认词义都是通过昌河往外选运的啊，昌河运到这个到鄱阳湖，然后长江啊，啊，这个这样运走。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这个印这个白王，这个呢是前些年刚知道，在这个颐和园里边啊，有一个耶律什么墓啊，耶律楚材是耶律什么墓啊，出土过一批，它是元代的墓葬，出土过一批软白釉瓷器，其中有里边有这个印白王俩字儿，这个是以前不知道，那可能白中之王的意思啊。再就是有印单字的寿字啊，福字啊，还有良好的良字，有这种的。目前见到的基本上就是这，它的一上面的款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书符又是最多的啊。书符为什么印书符啊？咱们书符它是元代最高的军事机构，是现在是国防部一样的啊。书符这个就是这个枢密院定烧的器物，所以它一下面印个书符两字啊。那么太玺是什么意思呢？元代有一个机构专门掌管宫廷祭祀的，叫太玺宗密院，太玺宗密院定烧的器物，所以它下面简称，它印个太玺俩字，一个西一个土啊，所以他印这种字啊，他是当时都是属于宫廷啊这些机构啊，定烧的，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些名款啊，可能与好多东西都是与宫廷机构有关的。这个东魏啊，可能是也是军事机构啊，东魏，就是东宫卫兵的意思，啊，这都有一定的这个讲究的。这是这个关于它的这个名款。那么软白釉瓷器呢？上午大家一看了标本啊，它这种盘碗的中心往往都有这个鸡心的凸起，漆状的凸起，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而且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平切组，足的棱角比较分明一些，平切组。软白釉瓷器呢，大量出土于元代窖藏，比较著名的一次呢，就是说这个安徽的歙县，这个出土的一批这个软白釉瓷器，就是84年的时候，歙县的医药公司在这个基建工地那儿发现了一个元代窖藏，在一个大的一个。大罐大肚子一个陶坛子里边，一下子一次发现了这个109件软白釉瓷器，109件，这是量最大的一批啊。
而且呢全部都带有书符俩字，全这一百零九件都有带书符字名，这非常这个难得的这么一次啊，应该说是一次发现带书符这种名款的老梅尔斯基最多的一次，就是这个安徽歙县这一批东西啊，安徽歙县这一批东西。另外呢，像在元大都遗址啊，元代的墓葬啊，还有元代的沉船当中，都发现过老梅尔斯基，老梅尔斯基。因为有的这个出土啊，伴随着有纪年的东西出土，那么经过排比研究以后啊，认为老梅尔瓷器呢，应该说是在十四世纪初就已经烧到了啊，是一零年左右啊就开始烧到了，然后一直烧到这个明代早期啊，十四世纪末，大概烧到了大概有一个世纪左右，还有老梅尔瓷器，这个烧到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老梅尔瓷器的造型大家就是稍微要了解一下，主要是一些盘呢、折腰碗啊这个碗呢带一点折腰的这种啊，折腰碗呢，还有高足碗这类小件器物比较多见，盘碗特别是大宗的啊，另外就是些还有一些炉啊、瓶啊这类的稍微大一点的浊器啊，老梅尔瓷器大量都是盘碗它的盘碗特点都是足比较小啊，老梅尔瓷器你看它这个足都比较小这个竹墙呢，刚上午大家看了比较厚，对吧？竹墙就是比较厚一点，不像那个明清那种小薄竹啊，没有那种啊。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吧？啊，它这个竹啊比较厚啊，比较厚。如果出现了像明清的那个明清瓷器上那么薄的竹啊，就要注意啊，就是那明清的盘碗那么薄的竹就要注意啊，这个。这个一会儿再说吧那么它这个印花上面像这个有印的这个纹饰呢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呢有这种花卉类的缠枝花卉类的，还有这种八宝纹这就是杂宝啊杂宝一类的，还有飞燕啊飞燕另外就是说有的是有印花以外还伴有刻花还有伴有刻花啊，比如说有的器物里边印花，外边还有刻花，啊，这种装饰技法也有，云纹呢有三爪龙、有四爪龙、也有五爪龙，软白又是像的啊，不是龙纹啊，龙纹有三爪、四爪、也有五爪，都有啊。那么有人认为五爪龙是专门给宫廷烧到的啊，也有这种观点啊。那么软白又瓷器的这个它的这个化学成分啊，刚才讲为什么它呈一种湿透状的这种不透明的这种。这种特征，那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通过化验知道它的氧化钙的含量比较低，大约是5%左右。我刚才讲，我上面讲到氧化钙这个东西是增加釉子透明度的一种东西，它这个一滴以后釉子透明度就降低了，它变成乳浊。那么氧化钾、氧化钠的含量釉子当中呢比较高，这个软白釉瓷器当中是这样的。它比透明，它比那个青白釉要高，所以为什么它呈一种湿透的乳浊状，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它的高温粘度很大，这个软白釉瓷器啊，这个釉子啊，高温下熔融的时候，它这个粘度比较大，所以它的烧成范围是比较宽的，容易烧到。软白釉瓷器是容易烧到的啊，所以它这个量也很大，在元代，你看软白釉瓷器量相当大的啊。我刚才讲，你那个歙县教堂一次就出土109件这个书符釉，你看它这个量是相当大的啊。所以说这个老梅尔瓷器它形成这种特征，主要一个原因，它的化学成分啊是通过测试啊，它的化学成分是不太一样的啊，跟这个青白釉啊，主要这个氧化钙含量呢低了，氧化钾、氧化钠含量高了。但是并不是说印有书符、太玺啊这一类印铭文的呢，老梅尔瓷器就是这个都是金的。那么没有印这种铭文的都是这个很粗的这种，不是啊，不印这种字的也有的，这种老梅釉呢也有的相当精细的啊。这个观点大家不要说啊，印字的好就是一定要非常精细，不印字就不精细，不是这个啊。现在仿老梅釉瓷器的倒是不太多见啊，因为这个现在看来是仿元代瓷器最主要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青花、釉里红这一类的最多啊，仿老梅釉了好像没太有见，拍卖现在也很少见有拍卖这种老梅釉瓷器。其实这个大家倒是可以放心一点啊，很少有见这种。
另外就是这个，再就是注意软白肉瓷器，除了国内出土以外，这个国外也有出土，像韩国、菲律宾啊，也都出土过软白肉瓷器。这个也说明当时也外销啊，也外销，就是这个软白釉。我下面我再讲一下这个高温的五蓝釉，这个。高温古蓝釉瓷器啊，仿品现在是比较多。啊，高温古蓝釉瓷器仿品比较多，它是以这个氧化钴啊为着色剂的这么一种，高温釉啊，高温釉，它是钴的这种成色，二价钴的成色。咱们知道，我刚才上午提到，唐三彩当中有蓝釉，唐三彩当中那个蓝釉是低温的铅釉，铅釉。那么景德镇元代创烧的这种是高温的蓝釉，高温蓝釉。那么通过现在这个传世的或者是出土，还有再加上出土的这种元代蓝釉瓷器的情况来看呢，它的造型呢并不是很多见。目前见到的就有这么几种，一种是盘子，一种是仪。一种是梅瓶，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爵杯。就这么几种东西啊，就这么几种啊，盘碗仪梅瓶爵杯，没有发现其他，基本现在没有发现其他造型，其他造型东西。所以你这个造型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啊，遇到其他造型东西你就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另外还有罐子啊，也有罐子，但是现在基本上完整器没有见到，就是一点毛病没有，这种完整器没有见到。所以说呢，如果出现其他造型的东西你就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